陈彦文有四个可爱的宝贝女儿，一家六口感情融洽，无话不谈，家中总是和乐融融，充满欢笑。但是从家庭照片中却看到另一个男生，他是许家的大儿子志威，当兵期间因为心脏病发猝逝，得年21岁。一家七口少了一个，这是许家人心中永远的伤痛。一个21岁的男孩正好是迈入成年要展开美好人生的黄金时刻，但是没有想到他在军中居然猝死了，这叫生他养他的父母亲情何以堪呢？今天这对父母就坐在真情部落格，欢迎许哥跟燕文姐来为我们一起分享这段往事。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8年2月2号，对不对？对对对，基本上是一大早哈、哦，没想到一通电话改变了你们的一生。一个男生的声音，很急促，还是很恐惧，还是怎么样？他就很镇定的说，很镇定哦，你不用紧张，但是我告诉你，你们家的孩子有，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状况，要麻烦你们来我们这边。然后我想说，这什么电话？对啊，诈骗电话吗？很奇怪啊、哦！6点钟就来骗我，趁我迷迷糊糊的要骗我什么？然后我就想，好。就给我先生吧，把他叫醒，然后请他来接。所以就换到许哥手上了。对，他跟我讲了以后呢，我自己心里也毛毛的。然后挂完电话以后，我就自己再去看一下，许志威有留下来，部队通常会留一个联络通讯的电话，我就按照那个通讯的电话再打到他们部队里面去。哎，结果是他们部队里面的那个安全士官接的。哎，那他就说是许志威正在龙潭的国军医院里面啊，他正在急救。其实刚刚那一个人并没有跟我们讲很清楚，只是叫我们赶快过去。那安全士官就说许志威正在急救，那我心里就开始担心了。那时候大女儿也知道这个消息，他就打了一个电话，打到查后台，查桃园的国军医院急诊室的电话，他自己去问，然后直接打到急诊室，打到那个护士那里，那个护士接的，他就问说有没有一个叫许志威的人在这边急救，那个护士说哦有啦，他已经死了，那个护士就这样直接跟他讲。对，那许志林后来他是跟我讲，他当场就在那边大叫，然后大叫，他说不知道是几分钟，反正大叫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他就哭了。那接下来他就打电话给他妹妹，就是我们家的老三，他就跟他讲我们要赶快传福音，他第一句话就跟许志姐这样讲，所以他们就突然感觉到生命的短促。对对，觉得传福音的时间要紧紧的把握啊，对不对？是，其实军方那个电话真的不清不楚，哎，若不是大女儿一通电话打去，还不知道他其实根本已经，所以你们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到医院看到他们，对，我想不敢直接讲，机器挂在身上，其实根本就他其实是躺在急诊室里面，然后有一个人工的心脏的那个泵浦在压他的心脏，那个泵浦，其实我去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是没有人，已经走了。我上去摸他的身体，做给活人看的，对，那个身体都已经冰凉了。那我看了一下，那燕文就在那边摸许志威的脸，那我就跟护士说你可以把这个拿开了，把那个胖虎拿开。其实想到那一刻你摸上志威那个冰凉的脸，你那时候心里很难过哦，想些什么呢？会很舍不得吧，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哎，问题太多了。对，怎么会这样，好好一个儿子去当兵。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整个脑子都已经一片空白，大概没有办法思考，也没有办法决定什么事情。所以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我们两个在那边就是流眼泪，然后我后来这段跳过的话，就是后来我们相继的一些
教会的朋友啊，嗯嗯，自己的亲戚朋友来，他们都会问我你还好吗，或是我说你现在状况怎么样，我都说我还好，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安静下来，要看上帝到底在这个世界上要告诉我什么。他们智障，刚看一个怪漫画，好爽啊！许志威生前是个开朗的孩子，他爽朗的笑声已成绝响，只能在追思礼拜中回忆。而许志威教会的好友也穿上他生前最爱的海滩裤、夹脚拖来纪念他。另类的追思礼拜，大家在笑声与泪水中送走他最后一程。就是我觉得是好像很不真实，我哥死了，就是他就是走了，然后对我来讲，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死亡这么靠近我，然后生命这么宝贵，只有一次。不过讲到在军中，你刚刚说他其实是很快乐的，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还蛮快乐的孩子，对，对不对？他在在那个军中有一个绰号叫耶稣，这个绰号可不是一般人可以被男孩称呼的。耶哥，耶稣哥、哦，他那个名称，他其实是他到那个成功岭新兵训练中心，那新兵训练中心进去以后，他在那边就是全省各地来的那些新兵在那边训练，那他们晚上有一些晚自习的时间，嗯，那晚自习时间。阿兵哥大概都会看什么其他的杂志或者什么书，或者那许志威还看圣经，嗯，那他旁边的同班的那些人就问他啊，你在看这什么，他说看圣经，他们就很讶异，就说哎，看这圣经是，那他就跟他们介绍耶稣，许志威就跟他们讲耶稣是创造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然后耶稣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罪。那许志威在那个时候，他其实自己就有一个感觉，他回来以后有跟我提，也在教会里面做过见证，就是说他突然发现在这个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徒，那他觉得好像他就是这一群人生命当中第一个碰到的基督徒，他自己就很有感动，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嗯，在军中怎么传福音呢？好几次就带了几本我们家旧的那个圣经啊，就带去说要送给他的那个同袍。可以简单一点说的话哈，现在的男孩子啊哈，他们会觉得，你不可能是还是那个还是处男吗？他说对，我是处男，我们婚前不可以有性行为。他说你好奇怪啊，你是怪胎，他们就笑他。所以你们后来呢，也就很特别按照了这位他的遗愿。对，然后也就在军中用所谓的纪念会的方式，对，啊，然后帮他进行了一个追思礼拜，这样子。对，因为军中可以同意这样做吗？其实我们也很意外了哈，就是一般传统的民间宗教，他应该会有人去招魂，好像要做什么，要有一点做什么这样。我们基督徒都没有，我们只要在家里祷告。我们有追思礼拜，可是我们没有所谓的这种招魂。那我在猜想了哈，那是我自己的猜想，就是阿兵哥可能也会心里怕怕的，上下铺的人，然后在寝室里面，毕竟军中鬼故事频传，对他们也会害怕，怕影响他们的心情。对，所以他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去办一个什么聚会。那我那个时候才突然感觉到哦。我们应该去为他们祷告，嗯，然后我就跟牧师讨论，我们应该借着这个，把许志威的生命跟他的信仰，嗯，更清楚的跟这些，他的跑者，来做这样的见证，嗯，那我们去牧师去，有一点分享，那我也去做一点见证，嗯，那军中的那些同袍们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哎，怎么是用这种？都已经身亡了，还要感谢感恩。对，事后他们哈、还觉得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方式哈、以前他们从所未闻，
也觉得跟他们以前那种凄风寒骨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原来基督教的这样的方式真的是可以安慰人的心。我觉得他们给我们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在那边唱诗，我的大女儿做一点见证，英文有一点分享，我也鼓励他们。那我们所传讲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那许志威呢，也已经不会成为鬼魂在这边纠缠你们，你们放心好了。他已经是成为天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就是在天上，他已经回到神的天上。对，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祝福你们。哇，我们要祝福你们，祝福每一个你的同袍长官，祝福这个营区，祝福你们的部队。这下大家都不怕了，都希望他来了，因为是天使嘛，需要帮助的时候还可以呼喊爱之位，放下吗？对，所以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当然一分享有时候会有一点舍不得，也会流泪，但是我们也讲了许志威很多以前搞笑的事情啊，大家就哄堂大笑，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心是开了，对，而且是温暖的啊，不是那种恐惧害怕的秘密的。 对， 对，我也跟他讲，老实讲我并不晓得上帝在这个事情上要告诉我们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让我们面临这么艰难的时刻。因为我们其实不晓得。我想这个答案聂文杰大概每一天会去看到啊，熟悉的东西的时候，你都还是要再问一次上帝，你到底要我学什么。对，可是你们在军中的这一次追思礼拜以后，又在教堂举行他真正的追思会的时候，听说有一段真的很有意思哦，大家穿短裤穿夹脚拖鞋。这个哈、哦，许志威哈、哦、跟他的几个学青的这个同工啊，常常去他们辅导的家里，在那边聊天啊，他们辅导对他们很好。有一次他们就聊到死亡，追思礼拜的时候要怎么办。那其实所以这是就在这个之前他们无意间聊到的。那聊到了呢，许志威就说我身体最好一定是最后走的哦，这个等到我八九十岁的时候，我这个办的追思礼拜要如果你们大概你们都不在了，如果你们都还在的话，你们就穿海滩裤夹脚拖来为我这个办欢送这个这样。那所以他们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是不知道，因为要在教会办追思礼拜，所以年轻人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希望这个追思礼拜由他们来主导。可是他人缘很好哎。对，那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就是没有来问我说要怎么弄，他就是跟我说让我们同意他们来办。我说好，你们就放手去做吧，你们希望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所有的学青就穿粉红色的 T 恤或者衬衫，然后有几个年轻的这个他的学青们，他们为他写了一首歌。然后因为在教会里面有敬拜赞美，那敬拜赞美团的这些同工，这些学青的同工就穿海滩裤夹脚拖，然后为他献一首诗啊，是他们最好的同工替他写的，替他谱的。我想透过很多教会啊，或者说啊，我们习惯的唱诗也好啊，我们透过祷告祝福啊，我会让你们心情比较平静下来。好，但是当这些过去之后，其实你必须要面对的是内心很深里面的怀念、怀疑啊、挣扎，对不对？因为毕竟生死这个事情太难参透，尤其你们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对，这个滋味在母亲的心中又会特别的难以承受，因为怀胎十月啊，自己哺乳，然后这样子喂养到大，拉拔一点一滴，终于看到他长大成人，正想要迎向美好的人生，甚至你们可能还想要抱孙子孙女，现在一切好像都换了一个计划。纪念会的人形牌立在家里，照片景物依旧，应文姐是怎么度过呢？我在想哈，其实这个就是他对我们家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既问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容许在我们家发生，那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我想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上帝一定看到我们家里有要被调整修正的地方。那其实这样的调整跟修正当然是很痛的，我说为什么要用这么力的一个方式，可是我发现上帝有上帝的方法，不是我能想，我想不透的是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我跟许志威之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调整的。其实神在这个地方一直在思，我觉得真的这个也是蛮辛苦的地方，很难。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说，因为许志威跟我的那个关系其实很近，我记得他在部队里面，他其实虽然他是很 naughty boy 那种人，他敢去偷长官的锅贴吃，他敢那个把那个长官的那个投篮的时候敢帮人家盖火锅，他根本什么都随他心意。那这种人，你想他跟我之间的关系怎么会没有冲突？一定有很多的冲突。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冲突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一些问题产生。那我会觉得说，神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给我很大的提醒？我自己就反省说，我是不是在圣经上的学习真的是有很多的不足？那他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也常常挑战我说，你去把圣经念熟一点哦，你把圣经再看了以后再教导我们呢。在他还在的时候，他会挑战的。那我会觉得说，好神，若是你容许这个事发生，我就接受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有人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很难过啊什么什么，我觉得我是那个时候是干干的，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觉得我常常可以感受到那种干了以后的那种回润的感觉。前一个晚上还跟他们在聊天，讲电话，手机通。第二天一早就告诉他许志威走了。所以很多孩子打电话给我，就是在电话上就是哭，什么都没办法讲。然后那一段期间，其实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孩子其实是很闷。是我哥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帮他做了人形立牌，然后我们就说要像演唱会那样，然后大家可以是跟他合照啊。是我哥的 memory box， 就是他说他要收集到100张电影的票根。我跟他最后一次讲话，就是他就在数这个票根给我看。在许家人的心中，许志威永远是家人。2年过去了，许家六口睹物思人，曾经经历过无限悲痛，到现在已经能够开开心心地诉说着志威的故事。他们因着共同的信仰，经过时间的沉淀，面对死亡的课题已经有了新的看见。我相信爸爸也有他的心路历程要走哦。对许哥来讲，很多人会说，当初不当兵不就没事了吗？你看到军中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回想起许哥做的一个决定。因为其实这位他是大四休学先去当兵的嘛，对不 对, 对，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许志威是念基督书院，那因为基督书院当时在台湾算还没有正式的学籍，所以当他满了20岁大概就会征调去当兵。那我跟许志威有一点讨论我们那个时候的计划是想他大三先休学，然后当完兵1年回来，然后念完大四，然后继续去念研究所。因为基督书院跟美国有几个学校有结盟的关系，所以他可以去念研究所。那他当时也觉得这样很好，
那本来我们心里都还有一些犹豫了，都到底要这样还是不要。那可是后来我们觉得还是这样可以，所以我们就决定了。当然从事后来看，就是老实讲我们家族也有一些长辈也有这样的挑战甚至责难，说为什么要让他这么早就去当兵，才会发生这个事情。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有一阵子也是很懊恼，就是如果他不去，你会有自责的声音哦。有一阵子啦，就是有一位人指责你吗？或是有谁直接？是没有，因为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我想没有人敢，每一个人敢这样提，但是就是会在谈话当中，就是会提到说，哎呀，他要是不去当兵，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老实讲，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地方。那其实许志威2月2号过世以后，老实讲，我有一段期间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思考，我没有办法去公司，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就是，整个脑子是一片很混乱的。然后我一直很警醒，就是我要警醒，要祷告，到底神在这件事情上要告诉我们什么，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那个心里真的很难过，常常就是我跟燕文就是晚上啊坐在那个沙发上，然后就是默默的流流眼泪。许志威的照片在那边，一看到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感情上真的是很困难。可是在理智上，其实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事情上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警醒。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有特别注意他的那些学亲的那些同侪，他的那些同工们，他的那些好友们，其实我还跟燕文讲，他们很伤心。2月2号那一天，我接了几个电话，电话一接，这些孩子一跟我一讲他一句话，就在电话手机上就哭了。其实他们心里完全不能接受，然后对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是他们，我相信很多人是生命中的第一次面临这种瞬间的生死的离别。也许家里有长辈或者有病痛的，可是那个都是有一个时间，不会像许志威这样前一个晚上还跟他们在聊天讲电话手机通，第二天一早就告诉他许志威走了。所以很多孩子打电话给我，就是在电话上就是哭，什么都没办法讲。然后那一段期间，其实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孩子其实是很闷，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很闷啊。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跟燕文讲，我们要注意，所以我就把那些孩子找来家里，我叫燕文说，你要预备一点餐点，煮一点吃的东西，我把他们通通找来，请他们吃饭，然后叫他们彼此分享。然后最后我就告诉他们，许志威回到天上，我们相信的神，神赐给我们的是自由平安的灵，你们不可以被悲伤被哀伤所捆绑，你不能被这种悲伤来控诉。所以如果你们落在这种悲伤的情境里面一直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不是神的意思，这也不是志威想要见到的，对不对？也不是，因为志威他一直以来的个性其实就是很开朗、调皮，对，有点捣蛋好动，对。
听说他小时候那个好动的那个，已经你们一度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过动、我们都怀疑他是过动了，当然有去做检查，可是还不是过动了。但是他的指数也相对比较偏高一点，比较接近过动了，但是还不是。他的功课是所有同侪里面最、真的，你们不担心吗？会不会逼？我们也绝对没有逼他，我们也不逼他。可是那在他所有人里头，他是发号施令的人。对，因为很特别，他有他的想法跟他的影响力。他的同侪之间对他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心机的人。那他有他很独特的想法。因为他不会伤害别人，然后他会说的是很确实的东西。他们觉得他们相信他。他的错别字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有个绰号，是不是？是那绰号很经典嘞。他小学哦，就是错别字非常的多了。然后他在小学的时候，他们同学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颜之山”。他连姓名都可以写错别字，就是他的许志威三个字，他连许志威三个字各漏一部分叫“颜之山”。这是会不会很伤脑筋啊？他是独子，会不会？觉得他爸爸还是跟他说：“哦，你是我的独生爱子。”对，他妹妹常常也会讲：“哎，你的独生爱子。”不过他其实，他有一阵子哈、他也很，就是他在思考他自己的定位了。我说你可能哈、你要去当兵或者回来。如果你不去当兵，大四念完毕业也要去当兵，那你是我们家的唯一的男生哈。以后我们老了，就是你要来当家，你是独子。这个家呢，不是这个建筑物，你到哪里家就到哪里。你的妹妹他们结婚以后，不管到哪里，以后他们要回家。就是到你的家，他一听以后，他就想，哦，这么沉重哎、那其实我那个时候跟他讲，就是要让他觉得说有一个责任感。那我以为我讲了以后，他大概就忘了啦，因为这个孩子有时候打雷公天啊、就是他有一种蛮不在乎这样。我不晓得跟他讲这么正式或者这么沉重的话，他到底记不记得？他过世以后，我才在他的部落格发现，他回去以后就在他的日记上，就把我告诉他的这段话就写下了。所以表示其实他还是很有在听我在跟他表达什么，然后他也会记住，而且他还把它写下来。徐正郎夫妻走过丧子之痛，关系更加紧密，间谍情深令人称羡。他们早年曾经一同度过穷苦，当时一家五口住在五平大的房子，相依为命。那个时候我爸妈应该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跟我弟还有就是最大的妹妹，我们三个，那个时候我们还有跟小舅他们家就是一起合租一个房子，然后那个时候那房子超小，我们全家人哦就是睡在同一个房间哦，然后而且就是有就是不知道小舅从哪里弄来一种就是板子，就是大概像这样子的板子，然后很长，大概这么长吧。然后呢，我们的游戏就是休闲游戏呢，就是爬那个板子，就是把它弄在架在窗子旁边，然后我们就爬上去，然后滑下来，爬上去滑下来。然后那个是我们就是唯一的玩乐吧，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徐正郎直到进入了证券业，才改善了家庭生活，但年纪轻轻就经手上亿元的股票操作，陷入了金钱游戏的陷阱。幸好信仰带领了徐正郎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好，面对生离死别，尤其孩子离开自己这种痛，我想许哥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体验。那在这之前，其实想要当年你们家五个孩子嘛，对不对？经济状况你怎么承担呢？五个孩子，其实很多人现在连一个都不敢生了。哎呀，
我们也是傻傻的就生了。所以最早经济状况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对不对？薪水当然从来没有够用过，不过从投资里面有一些获利。哇，这个跟勤俭持家跟后来你进证券业手上进出的这个金额可真不是同日而语啊。对，这个金钱观是差很多的吧。对对，太年轻的人哈，经历太多的金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引诱。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很年轻，老实讲我觉得我的心性也在飘忽。燕文就跟我讲，你要静下来，你要静下来，可是你看到那么金钱从你手上这样每天飘来荡去，上上下下，其实那么年轻没有人教导，老实讲不容易，哎，不容易。那我在证券业有几年的时间在营业台，然后后来到自营，哦，自营就是负责公司的那种操作，那个金额进出都很大。多大呀？可以透露一下吗？我负责的部位是十亿。你负责的就十亿啊？对，然后我还有两个经理人，一个是五亿，两个人是，所以我那个部门就二十亿啊，二十亿的哇资金，然后还有一个管理部位。所以这个波动很大，压力应该很大喽。那个真的是很大，有时候打雷公也被吓被困。有吗？燕文姐她有这样吗？她都表现得很正常的样子。只是偶尔就是不太管我，我在讲什么，她就这样自己在自己想。好像我因为小孩多，我也管不了他，好像魂已经出窍了那样。公司成败瞬间要做判断呢。对，自营的部位影响很大，特别是影响一个公司的盈余跟获利啊，这个是很大，所以都要很谨慎很仔细了哈。那你在营业台的时候，即使是客户的财产，那个影响也很大。对，那他们都会问你的意见，所以你的意见会影响他们，所以那个其实都是一种很深的责任。所以你是在那个金钱游戏里面火里来浪里去的。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家庭其实有一些 complain。 我想燕文姐，我们在谈到这个时候再回去想到志威的故事，其实我想很多老板在临终前都会说，再多钱不是花不到了吗？对，我只想说我少开一场会，可以跟我家人多出去玩一次。 对不对？对，所以我想再多的钱曾经经过你的手也买不回一条儿子的性命啊。所以这时候再去思考金钱跟生命的时候又很吊诡。那时候英文姐看到的许哥，你有一些担心，对不对？对啊，我都跟他说，你儿子已经不觉得你是他的偶像，他的偶像是隔壁的哥哥。因为看不到他，白天他就一大早出门，对，晚上三四点回来，他小朋友孩子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了。我就常常跟他讲说，哎，这些不是好现象啊。我说你赚那么多钱，我们有用不到，也用不了那么多。然后他才跟我讲说，他说，哎，你不懂啊。他说你不懂，他说。那个你要花钱是去买一根萝卜，不是跟人家还要在那捡两根葱的。你懂意思吗？就是觉得你什么东西用钱就可以了。可是我就觉得哇，很恐怖。我觉得那他那个心啊，完全就是被那个钱在那里压抑压抑。可是很难不哈，在那个位置上面。可是那时候太年轻，而且我们才上来没多久。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真的是很难。怎么会弄到三四点呢？那时候不是很早就收了吗？对，就是有非常多的应酬，要一些消息啊，或者大家什么联络感情这样吗？对，通常是对客户。因为你在营业台就是会有很多的客户。他已经算是非常少去应酬的了。对，真的哦。对，两个人会为这些事情吵架吗？啊，我们吵过非常多次。那后来是什么让你觉得要去踩刹车？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应该回到神的面前了，不应该在这样的金钱游戏里面。那当然有时候很难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让你真的去踩了刹车？因为你明明是知道，但是你明明看到前面就是一堆黄金，你要往前冲啊，你为什么可以踩刹车停下来？就是我算了，我可以不要。其实
就是在投资的领域里面哈，那个风险非常高了，你是不是要持续去承受那么高的风险？因为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这么幸运。那当然你如果用操作操盘的角度来看，那种风险是非常大，所以我是一直觉得说应该转往投资的概念，比较长期投资。因为在股市里面其实短线就常常很多人说有点像赌博一样啊，那个真的是靠运气，很多是靠运气。可是你如果做长期投资，其实长期投资你只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你还是可以有基本的获利啊。随着台湾的经济成长啊，你只要不乱做，其实在投资领域还是可以啊。那所以我就一直想我应该尽量往投资的角度跟投资的概念来转。所以我也想说应该让自己比较 slow down 下来，尽量往投资的概念来转。从许志威这个事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提醒，要注意，所以他就做了决定。后来手术了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再去复检，再扫一遍，发现还有第三颗瘤在脑子里面，再手术一次，哇，所以就挽回那个生命。哦，真的哦，对，好温馨哦。真的不只是为了要把英文学好而已。虽然我在学校没有很好的见证，我看起来是一个很皮很废的基督徒，可是最后这半年我会好好为死的每一个人祷告。许志威在军中不忘关怀朋友，此情此景只能够从部落格中回忆。父亲许振郎在儿子过世后，因追思礼拜接触了军中的长官，他将教会一些问题处理、心理咨商等课程带入军中，在军中传为佳话。所以还好，这个爸爸及时踩了刹车，多一点回家的时间，然后陪志威长大。父子两个现在，我要说，很奇妙，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他们同工在做文化宣教的工作，而且推的是一个不是什么老远的地域的很难进去的文化。是很近的，但是更难进去的文化叫军中文化，对不对？我们就来谈谈这段其实很奇妙的过程，是你们跟军方的关系突然产生了很微妙的改变。本来大家很怕你们来找茬，对不对？怕你们来什么什么要求赔偿啦，要这个要那个啦，然后怎么要追究责任啦，所以指挥官跟你们的关系一开始很紧绷的，对不对？其实一开始哈，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军方的这些长官啊讲这个事情。那他们也觉得不知道怎么跟我们沟通，因为孩子在他们部队里面走了，他看到教会这些年轻人，许志威的这些同侪，他们都很有自信，侃侃而谈，然后可以很大方，他觉得这样的特质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这些孩子，让他们可以这么有自信，可以侃侃而谈，然后可以这样的清楚的表达。好，他就说他们部队里面有很多同年纪的孩子，那特别是那一年很多志愿役的士兵开始进到部队里面。那其实这些士兵有一些家境比较贫穷，有一些可能是单亲，那这些孩子呢可能这样的环境之下，他的自信心比较弱，然后他会比较就是比较不能落落大方的来表达，那甚至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对，那他就跟我说看看我们怎么教这些孩子，有没有什么课程，就来部队里面，他把这些通通找来来给他们上课。我们就用得胜者课程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情绪处理，问题管理这一类的课程。我想这一类的课程如果有好的教导，我想这是第一步。你们就真的这样去了？对啊，几个人去啊？4月10号我们就去了将近20个人，有妈妈，有中年人，有年轻的，
也有小朋友，我们就浩浩荡荡开了几部车去，我们就带他们唱诗歌，因为部队里面通常是比较严肃，哦，他们唱军歌也是，很就就气昂昂这样。那我们去就带他们唱歌，然后有几个破冰的游戏，那有一些小赠品、小卡片啊，当赠品，鼓励的话语啊，用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他们啊，这些小卡片。然后老师开始上课，教他们怎么问题处理，怎么看。然后我还是去为他们祝福。成效呢？那他就很高兴，就说啊，给他们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他还跟我讲，他说因为许志威的事，然后他说特别注意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他要求各部队里面的这些长官把每一个人的体检表通通拿出来看。对呀，啊，看一遍有没有什么问题。当时第一次的体检表就是有问题嘛，本来就不适合。然后他就见这样的检查，他发现对哦有问题了，他就特别注意。结果听说救了一个人一命啊。对，他跟我见证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阿兵哥是一个士官，是一个班长，就说他头痛。头痛本来在部队里面头痛就吃一点阿司匹林啊或者什么就可以了，那他就请医官给他吃啊，那当然这种小事也不会到他那里。那后来他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那到医院打了一天的点滴，觉得也没查出什么病嘛，也没怎么样，就说要回来，那就跟指挥官报告。指挥官就有点纳闷说啊，那个阿兵哥觉得怎么样？那阿兵哥头还是痛啊，他自己就觉得不太妥当，那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说送三种，送到三种，结果去到三种，三种就给他电脑断层扫，一扫描发现里面有两颗瘤在脑子里面。哦哟，已经有两颗瘤了。对，然后当然就紧急手术啊，就解决。那个指挥官就跟我说，其实以他们过去的做法，就是不太会去注意这种小问题，头痛嘛，谁会特别注意？以我们来讲，一般也不会那么去注意。可是他就有一个感觉，从许志威这个事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提醒，要注意，所以他就做了决定。后来手术了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再去复检，再扫一遍，发现还有第三颗瘤在脑子里面，再手术一次。哇，所以就挽回那个生命。哦，真的哦，对，好温馨哦。因为很真的很危险，那主治医师说哇，那个瘤真的在脑部破了，而且我们只听过金钟铁的纪律，很少听到这种对爱的教育，这种关心，只要不要死在我的部队里就好了，怎么会去关心到说真的发现你有问题，然后带你去治病，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解决掉生命中这个很大的威胁。 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志威走去走的很有价值，我想慢慢慢慢你们也发现，哦，真的是父子在同工。哎，我想最后要请两位来做最后的分享，就是他在神的家里面彼此同工，因为当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心里最难过最艰难的时候，其实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守望，为我们祷告，来陪伴我们，扶持我们，像这样就是在生命里面，就是像一个家一样，一同哭，一同笑，一同悲伤，一同喜乐。也因为许志威这个事情，才让我们更感受到教会就是一个家。神的爱就是在这些众弟兄姐妹的当中，就明明的就表达出来。我想这样的思念不会停。思念应该不会停，可是我们有盼望，没错，生命的盼望，没错。英文姐呢？很多的人的生命里头，我们都会觉得，哎，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朋友，似乎都是没有那么困难，可是传福音要给我们的家人，就好像千金一样，很难很难突破。那我想这当中牵涉的是我们自己。也牵涉到我们家人对等之间的关系或什么，所以我想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真的要特别要求神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然后也给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亲人当中能够赐下更多更丰盛的恩典，
啊，因为以后我们想念许志伟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天家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美丽的乐园，我们也愿意与他们共享。很多人会问自己生从哪里来，然后死往哪里去哦。其实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传道书也有说啊，生有时，死有时，有谁能够去接受原来生死也是神所创造的一种美好呢？这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神的作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测度，神的心意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参透，但是还好神已经把永生的盼望放在了我们的心里，也使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抓着永恒的应许，而去看见神所应允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美好。各位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孙悦。我希望我们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在看这一集，看到了许正郎他们的儿子啊，志威这个突然的去世这件事情，也会能够让你了解到你自己想到的过去的一些观念上有所改变。有一句话，中国人说黄泉路上无老少，也就是任何人都可能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健康的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发生在身上，不一定只是年老的人才会遭遇到了。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一个相当难过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借着徐正郎这个陈彦文这对夫妻他们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借着祷告希望能帮助在电视机前面的许多家庭，曾经有过一些哀伤的，有过亲人逝去的，我们借着这个祷告求主你的爱能够临在他们身上，来帮助他，来触摸到他们自己难过的那一部分。主，我们真的知道你爱每一个人，但是有些人不认识你的时候，他感受不到也领受不到了主你的爱。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无论他们是谁，主，我们真的知道你都爱他们。主，求你的爱永远永远地陪伴他们，安慰他们。我恭敬地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门。朋友，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外人无法理解，可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痛到了一个我不想告诉任何人的时候，但是我必须要说，耶稣爱你，耶稣都知道，他了解你的痛苦，他知道你的哀伤，他愿意帮助你走出来，让你重新得到了喜乐，得到了那个真的平安。朋友，相信耶稣，他能救你，能救你一家，